资深艺人王悦受邀担任代言人，协助拍摄有线电视数位化宣导广告。民众不只能欣赏到 HD 高画质节目，还能享受随选视讯、高速关屏和居家防护等多种价值服务。清晰，还可以用一G速率串联网络，享受多样化的数位价值服务，让我轻松成为生活智慧王。为了配合 NCC 有线电视数位化政策，各家系统业者截至2005年底，已经在全台铺设超过974万台数位机上盒，普及率已达96%。剩下的4%，业者预估要再砸100亿元，完成数位化的最后一里路。最后一里哦，这个96%要到100%的这一个里，其实是最困难的。不论是人力、物力、资金、心力来讲，困难度来讲都是最高的。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叫做数位国家，然后那个智慧家庭的这个政策啊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宽频建设。而凯博大宽频身为业界领导品牌，除了积极配合政府政策外，也提供用户免费安装2台数位机上盒，希望能尽快全面数位化，创造政府、产业和消费者三赢的局面。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翔廷采访报道。